台湾的年轻人也没有缺席，在这一个重大的国际的议题气候变迁上面都展现了更多的行动，像我们一起手牵手往前走，让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好。我自己非常非常感动，觉得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投入环境变迁的议题跟挑战。地球是我们大家的家，每一个人都有改变未来的决定。我其实很想看。有一天那个部落不需要你们的时候，就是结束的时候。十个字的歌词就让大家演练一段，我觉得这就很有共鸣啊。今年会发生很多国际的事情，我觉得都是很有趣，你们可能可以写在 Medium 上。其实你跟我们也有点像。气候的议题不能只是由环境相关的人来做这些事情，应该要让大众也一起来进行气候行动。其他人的分享当中也会激荡出新的 idea， 所以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。我都有能力去帮助环境变得更好一点，接到非常不同的人脉资源，给我们相当大的帮助，以及去拓展我们跟其他伙伴的关系。我们也需要为雨林付出环境责任，毕竟我们在木材上面的使用是透过雨林国家的输出。